三，快起来，去买菜做饭呢！快点，起来干嘛？去买菜做饭，我饿了。你先去呗，再睡一会儿。起来，不睡了。我先起来啊。快起来，还在这伸懒腰。快点儿！手机呢？你快动啊！手机呢？四点吧，走吧。到家了呀，买了点西红柿，还香菜，还有这个葡萄，赶紧做饭吧。今天就不炒菜了，做疙瘩汤喝。行啊。热了还吃不下饭。疙瘩汤也挺好喝的，是不是？你这是什么做法呀？就是这一个。好多香菜，我不吃香菜，你不知道吗？我爱吃香菜，你不知道吗？我不吃啊，你只顾着你自己，你不顾着别人的感受。你吃，自私。我感觉我都营养不良了，天天喝疙瘩汤，天天喝疙瘩汤。你还营养不良，我才营养不良呢。我才营养不良呢，我肚子都饿小了。你肚子还饿小呢？